来，你看起来脸也很想睡啊。我现在脸还没，人家还没看。啊啊！要吃吗？啊、来，问你一个。啊，要吃。要去喂鹿。看起来像动物吗？哎、欸，不好。来吃草。啊。地上很多，好悲啊！真的啦，一颗一颗的。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大家排齐呀。好了，那边就这么好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让我脚爱嘞。哎呀，好了，意思意思啦，好不好？意思意思，意思意思，大回，还是有点个性哦。哎，嗨，他看人，老板以为就吃了。他不喜欢吃那个空心菜的那个，当然有的跳的时候当然是这样，有啊，没得跳的时候就吃。哈哈哈哈哈。吃把妹，好吃，一直吃。哎呦，哎，你很贪吃，你吃把妹。那你要喂他。那我知道，一、有好像很多人在帮你刷牙。来上车。第一排好吃。我要拍呀。这个这么满足吗？不重要。大姐姐。哎，涡轮表嘞。这个这不 ？OK， 去。来，我再拍。好快乐。你看那个 baby 在吃草，好可爱的。往前走来，我们右手边这边哈、哦、是不想吃草的麋鹿，这一区叫不想吃草的麋鹿。